哎呀！照目前情况看，阿斌一切都正常。我看让他休息休息，有什么事你通知我，我找医生来。谢谢你啊，那你忙了一天，你也赶快回去看看吧。没有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我送你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陪阿斌，这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你啊。谢谢。弟弟，这嘛有什么代志？爸，阿勇啊，我是要来跟你讲啊，恁大家啊，拢准备要去法院告恁阿宗啊。那呢？这不是讲要让家人归家啊？即卖外口大家风声大，讲恁老爸什么讲要从这间古厝啊，登记你的名嘞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安尼啦，啊，本来大家是以为讲啊，恁老爸啊用这间古厝啊来替阿宗啊还债务啊，大家唔才会放心。要唔过即卖大家啊，烦恼恁老爸无钱啊，无法通替阿宗啊还账啊，所以啊，大家惊啊血本无归啊，唔才急要金阿宗啊。啊，阮家家的信用当时那变只歹啊，阮家己行开几落十年，也毋捌欠人家千五年啊啦。恁做恁放心，阮家家欠人的钱袂甲人花啦。哎呦，你其实啊，你嘛袂使怪大家啊。啊，你像遐老兵啊，人一世人啊辛辛苦苦啊，安尼捏安尼捏捡着遐个钱啊，你无怪因着急啊。我无咧怪，你等于安讲，阮家家就是财产袂了了。去困路边做乞食，也袂欠人家钱钱的。哎呀，大家拢是好厝边嘛。也毋过啊，恁阿宗啊，即个不管欠的债务，还佫有牵连到迄个地下钱庄的，你知影无？所以，我嘛是无法度佮斗相共啊。
地下钱庄最主要是要讨钱啦，啊，要讨钱嘛，就要有时间让去存钱，啊，无分无下来，天空白帮内底乌白弄乌白捡，安尼敢对？唔是安尼了，我听山弟安尼讲啊，伊即马伫家家村边下底啊，要等老总啊来去了后啊，我要甲做两支几脚棍呢，阿勇啊！我看你也是紧想办法啦，啊，无代志啊，我来走。阿娘喂，我哪千万了？那郭家他有没有钱赔呀？结果行早就是个空壳子了，被他两个弟弟赔光了。阿勇哦，他实在是真可怜。哎，那爸敢是有一间古厝，哎，会使哦，摕去自己银行底啊，先借借钱啊。几千万呢？光一个月利息就要几十万，怎么救急啊？我看只有把那古厝卖掉才可以救。哎，没错哦。那他们一家人要住哪里啊？就是啊。叔叔啊，这个人来家躲躲。爸，他们一家七八口哎，怎么住啊？哎，说实在的，他们那么困难，那我们又没有钱，又没有办法帮他们的忙，哎，先想想哦，不够急死。钱啊，钱我有啊。阿勇他们有困难，我们以后不要再找人家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兄弟情，父母心，乡土缘。大家打拼，有缘啊！兄弟有缘。李老板，阿忠的代志，你嘛知影啦吼。是啦，就是安尼。你就讲，看你会晓啊，加减啊斗三工一个袂，哈。大厝哦，迄袂用的啦，迄间厝我袂用的卖的，哈，好。好啦，谢谢。阿爸，哎呀，记得。敢一定要卖这间厝，才有当救阿松啊？即摆哦，干那这条路通行尔。啊，这间厝若卖去，咱是要搬去倒位啊？厝啊无去，卖这项也结束，啊是要靠什么生活？现在救人比较紧啦，救人才不知救人，啊救到伊吼死囡仔，啊害咱全家，安尼敢有价值？那咱救阿庄啊吼，咱大家较艰苦淡薄啊，不要紧啦。咱贵家这家吼，原来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啦。住这间贵家这间厝来甲卖去，安尼敢对得起咱贵家的祖先？啊后摆我这个面是要怎拿出去？阿爸，你阿总啊欠人的钱，咱无在条闲啊，唔是更加无面子。咱都已经分啊，一人一家代，那伊还伊，跟咱也无啥物关系啊。袂用安尼讲啦，当当时分是分啦，但是要分的时阵，大家讲好啊，分家无分心。阿总啊，即摆有困难，
咱无甲斗相共哪对？怎会知影安尼？迄个时阵哦，我就决定卖分，互你落去看。到这个时阵哦，咱这厝嘛搁安定个，也免讲安尼咧烦恼东烦恼西。阿爸，这暂时的啦，这个难关若脱过就好啊啦，哦。阮老啊，哟，你有哪做？咱即摆若是拍落去啊，阿爸唔知有迄个机会通搁翻起来啊。准讲若有迄个机会通把咱翻起来，嘛唔知着要搁拼几年。到迄个时阵，我已经死啦，袂当倒转来这间厝啊，无定着啦。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袂啦，咱一定会当搁徛起来啦，家家的祖先嘛会保庇咱。头家啊，啊，什么代志？头家，迄个办公室有你的电话，是两位理事长打来。好，我随去，阿爸，我来接电话。祖先会当甲赐一杯，我问你话是安心。阿爸，迄王理事长哦，答应要甲咱帮忙呢。咱若将这间古厝卖，阿总啊欠人遐债务，伊拢替伊解决。哟，我呢连刷三杯，啊，祖先都无赞成咱将这间厝来甲卖。当教练的意思。哟，阿爸决定将这间厝给卖掉。等你啦。好。用。你去等着啦。
乡土缘，大家斗阵有缘啊，兄弟有缘。哎，这个放哪里啊？给我。老爹啊，这东西要放哪里啊？放哪里？站好！去找个报告去。干什么？帮我整理整理，一起搬走。你搬这个烂账簿干什么？水管都已经结束了，这个干什么？你放一把火烧掉。请问一下，我想找青山制药厂董事长，他在吗？我就是，有事吗？啊，董事长，我叫吴淑芳，我是新兴诊所童大夫介绍我来应征推销的。也就是吴小姐。是。我们约好下午见面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很抱歉，我临时有事要出去应付两外国客户，你，你到我办公室等一下，黎明时会照顾你。哦，好吧。谢谢董事长。请进。请问是林秘书吧？我是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叫吴淑芳，我是来应征推销药品工作的。我刚碰董事长，他说让我上来等他。嗯，好，那你那儿坐着。谢谢。买一包粉啦，是怎行行啦？明理哦。阿忠啊，你大伯啊吼，讲咱已经水果行讲要结束安尼。结束就结束啊，啊，迄周转金爱遐济，咱即马无钱啊，哪有法度啊？无喏，迄大伯啊讲哦，啊，咱若要结束吼，啊，迄小玲啦，啊，甲阿德吼，因个欠产费，搁要加一倍互人嘞。加一倍哦。嘿啊，啊，咱即马吼，正度咧困难啊，啊，伊搁要搁加一倍互人，哎，你若一点仔钱哦，对咱做生意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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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伊来决定要安怎就安怎啦，你免共插遐济啦。奇怪呢，啊，已经厝袂住吼，啊，阮家大细吼，大家头壳拢小倒小倒，钱都毋是咧袂用的讲。你们都跟我这么多年了，不要说是加倍，就是三倍、四倍的钱给你们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现在只有这么多了。对不起你们，郭先，我们愿意留下来，薪水少拿一点没关系的。阿玲，青果行都结束了，看情形恐怕我都要出去打工了，你还跟着我干什么？ OK， 那我们可以不要拿那么多啊，我们拿一半就好了嘛。对呀，之前非要照规矩拿，不可以让你亏本的。是啊， OK， 青果行突然结束，你们要重新找工作，找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你们留着，以防万一的啊、哦！你们都还年轻，还有很好的前途，出去外面闯一闯也好，找到好工作，记得要打电话给我，不要让我牵挂啊！谢谢你们了，谢谢。顾先生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顾先生再见，再见。阿德，当初我爸爸让你入股，也是有很好意。没想到今天弄成这种场面，
你很清楚了，我们国家很对不起你。OK， 我知道了。你自己身体要多保重，这个家还是要靠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垮掉的。这一点点，你拿回去。不行啊，阿德，你家里也要用钱嘛，啊。那我走了，到山上来玩。好，OK， 再见。小姐，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等那么久，要不要我打电话催催他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既然董事长忙，我可以等。理事长，这点股数现在是你的。阿勇啊，你们要搬到哪里去？如果没有地方，我可以介绍你们去租房子。谢谢，我们已经找好了。Thank you.
兄弟情，父母亲，乡土缘。大家到底有缘啊！兄弟有缘。阿爸，啊，你是咧创啥啊？我甲擦擦咧安尼，较好看。阿爸，阿妹啊，不需要了，要了。以前我这个房子新的时候好漂亮啊！现在要交给你们了，我把它刷一刷不然这样不好看。阿爸，我走。这样了，你们搬好了之后再通知我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。借我用一下好吗？我打回诊所跟我家里。好，请用，先拨零再拨号码。谢谢。喂，谢小姐，我是吴淑芳，我赶不回去值班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？好，我尽快赶回去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喂，妈，我赶不回去做晚饭，我看你到巷口先去买个便当吃。对，我还在这应征。你先吃啊。好，再见。谢谢。吴小姐，我要下班了，你要不要走？还是你要等下去？林小姐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在这继续等吗？好啊，那我不陪你了。谢谢。拜拜。再见。董事长。你还没有走啊？我是来应征的，还没见到董事长，我怎么可以走呢？真是很抱歉。你知道，那两个外国客户真的是很难应付。我一个下午忙了运动转向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董事长业务繁忙嘛，我可以等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你的应征事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请进。坐。谢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我的应征信不知道你看到没有？应征信？是啊，前几天我就用挂号信寄过来了。其实所有应征信函都是业务经理处理的，你这封信老实说我没有看到。是这样子的，那我就简单的跟董事长报告一下我的履历。不必了，你已经 OK 了。什么 OK 的意思你没听懂？董事长什么也没问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就 OK 了吗？对，你现在已经是我们青山药厂特聘的药品推销员了。阿爸，阿叔，你帮啥忙不？阿总，这张面床以前你常叫阿爸换来过去。对啊，啊，迄都脚断一支去，啊，你若翻身就硬换，我唔知叫你换。你若无较早就是伫这个面床过身去，查某人。总是较舒心啦。恁老母安尼要过身的时阵啊，倒这个眠床，一直甲我讲，讲留一寡手话，叫我着一定爱提好你。这是恁老母吼，当时嫁予阿爸的时阵，所嫁一寡嫁妆，禁忌。珠宝。
我拢无甲点动。李铁，你讲要落雨，李铁。这物件吼，价值差不多20-20万啦。过去吼，你是看无在眼内，也毋过起码，也过会用来急用淡薄。等你收起吼，一半是阿丽阿的啦。等你摕看到要安怎样啊，还落，你家己再去还落。这代志阿勇也毋知。这些刻痕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你刚刚被站立的时候，你妈妈帮你量的，亲手用刀子刻的。6岁的时候，你妈妈就走了。以后这个房子是别人的，你再也看不到这些客人。乡土缘，大家到底有缘啊！兄弟有缘，起来，较紧的啦，到提这轮。你是安怎样啦？小心人啊！你嘛点点啊搬啦！啊，就咧搬厝，啊你嘛提较好，拄仔对只对脚脚跩，甲你猫落去。你小话搞话呢？你啊，搬一下工课，你也安尼。哎，啊，迄个搬厝的迄个搬运公司哦，啊，我都有熟识，啊，恁都规气用个钱请人就好啊，啊，哪着安尼气滚动着啊？你嘛拜托的，佮请人来搬，你即嘛是当作啥？咱要搬去阳明山大别庄哟，哈、啊！我敢着佮请一个家队来较闹热哩，即个见笑呆哦，你咪是见笑敢用要米堆土坑落啊？紧搬啦！来，这个我来。阿德，阿德，来来，这给我。阿德，阿德，好给。阿德，好给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回山上去了。你爸爸不是在山上等着你回去吗？对啊，我们通过电话，哇，我爸爸把我骂了一顿呢。他说，好给你在最困难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这样子跑掉的话，忘恩负义了，不行啊，这样给我们原住民丢脸。阿德，叫啊。阿侬家搬搬好些阿爸，阿德我等下咧。老头子，阿德哦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没有啦，因为哦，我忘不了你那个
30块的早餐。阿爸，阿德哈、哦、真有道理。嗯，敌人最困难的时阵，一个多等来跟人斗阵。阿德，你很好，很好。阿张，你，阿正，这是哪里？好好好，我来我来。哎，阿哥，你真够意思哎！做人本来就要够意思嘛，要不然怎么算是个人呢？做点装在上，我问你，我无在调，将这间厝保护掉，这条海得做点装，心思歹啊！刚四过来是咧奔波流浪，祖先也是要怪，怪我问你，我家己这个人，唔爱怪这个囡仔，本家嘛是我做主的，为这间厝。也是我做主，后摆我若死了，莫甲我立牌位，我无面通好见。阿婆，你妈讲啦，这间厝哦，等你一定会搁甲买倒转来。月光所生在心，咱今日行到这个地步。拢是我过程中一个人所作所为，恁若要怪就怪我，恁若有冷声，就来甲抓抓去。我若出去，大家都拉骨拢拢死哦。阿忠啊，你把我们救出来。招牌是没有用的吧？老张啊，你哪来讲？咱吼做生意了，搁较侪钱，财产拢了去，人搁较散也不要紧，会当搁倒转来。家己青果行这个看板啊，对咱意义真重大，不能甲稀杀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别行哦，拢会用稀杀的。这个看板哦，绝对不能稀杀的。啊对了，放在车上，不要弄坏了啊。把你检查全部。
对了，哎，你这次再回来哦，我是很高兴。不过听阿公哦，这薪水哦，我是没有办法给你的。哎呀，老大哥，你先欠着了，等到你们郭家哦发了财啊，把这个古厝买回来，再来跟我算，好不好？阿爸，阿弟啊，讲出句话上好了，这真好结条，正古厝，咱一定搁阿买倒转来。赵先生，我一定会倒转来。我阿祖说，你着保庇我早一天倒转来。嗯。长辈，啊，你着甲我保庇，无我吼，你学菜搁着一支。啊，我无着你学菜，啊，我哪有钱？啊，我哪有钱？咱古厝着当买当啊，对。你哦，死袂变啦，上车啦。我一定会再倒转来。